韩红欣赏14年，等到言承旭约吃饭。哎呀，超低调，言承旭难得现身呢，是来陪谁吃饭？您第一次来台湾嘛？对。所以我要见什么朋友吗？肯定要见一下哦。那有没有什么小吃你有特别想要吃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已经很肥了，不敢吃。中国歌手韩红抵台，心心念念的不是食物，是言承旭。姐弟相会吃饭前呢，人物介绍一下先哦。十年之前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。军出身的韩红把《医神的十年》唱得跟山歌一样嗨，最后击败阿令，夺下《我是歌手》三冠军。去年12月卸下军职，才能受邀来台参加台视春节特别节目《红白艺能大赏》录影。来，白表现得怎么样？很好啊。有唱什么歌吗？有，我们唱了新专辑的歌。新专辑的歌吗？谢谢。那这会跟言承旭出去吗？我们还在。两人缘起于。喜欢看《流星花园》，2002年曾公开表示欣赏言承旭。言承旭因2010年央视 F4合体破局误会，害他差点被封杀。也是韩红出面帮忙起而后悔，言承旭一直想亲自道歉，通过王伟忠牵线，昨晚终于相约在吉林路餐厅吃台菜。刚刚印象怎么样？喜欢台北吗？很喜欢。谢谢。韩红见面开心吗？有什么想说？真的吗？你今天蛮帅的。谢谢。谢谢。听过娱乐新闻，记者于荣化报道。戴森温馨提示：今日天气转凉，戴森 J Focus 喷射控流技术，快速均匀温暖全房。